啊，谢谢主席，请教法务部代表。法务部代表是次长是吧？好，我们现在请那个法务部陈政务次长。啊，徐委您好。啊，是。法务部已经接到台北荣总陈前总统病情治疗及出院准备报告了吗？有接到，收到没有？是，哎，是收到了哈。那在这个报告里面非常明确的提到，陈前总统的病情进步有限，仍有明显重度忧郁之残余病状，仍有高度复发风险，所以建议转入慢性病房持续治疗，而且进一步的说明目前病况并不适宜立即让他回到监狱继续治疗。那法务部的目前决定如何？报告员，这部分的决定是由矫正署来负责啊。那法务部的立场是说，如果的确他的病情有需要继续在台北荣总治疗的话，那我们也希望矫正署能够让他在那里治疗哈。但这一切都依照署长决定没有？专业判断。署长，你决定没有？你的长官要看你的决定啊。我们请矫正署的吴署长。徐委员早。决定了没有？刚才委员所这个垂询的哈，那我们现在还在评估当中。好，在评估当中。那因为是这个陈前总统住院报告呢哈，这个它是一个准备报告，哦，还不是一个这个完整正式的报告，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评估当中。那是出院准备报告，不是准备报告。是出院的准备报告。对。出现在的这个特殊急诊啊，加护的这个病房。的一个出院的准备报告，不是准备报告。对，当然这个是我们还尊重。你怎么来解释这样呢？医师的专业哈，我们还是尊重医师。用玩这个文字游戏，好。请回座了哈。两位都请回座。好，两位请回。那现在本席要针对我们国家当权的这个人权状况来这个向相关部会。来这个请益了哈，司法院今天是谁代表来？副秘书长江副秘书长。好，江副秘书长。好，请司法院江副秘书长。司法人权呢，不只有这个法院来负责了哈，是。然后法务部也要负很大的责任了哈，但是。2012年台湾人权指标调查，也就是中华人权学会在这个今年8月到10月之间所进行的一个调查指出，台湾当前的司法人权不满意的 53.5%， 满意的 21.4%， 认为退步的 38.4%， 认为进步的 13.1%。 依你这个长期在司法部门服务啊，这样的一个指标是退步还是进步？我们法官的审判阶段的人权保障我现在从这几年来看是进步了。这个让你做整个人权整个司法人权的一个评价啦。我们认为是一直在进步中。一直在进步，你认为一直在进步啊？那你认为一直在进步？来，我请教你有关这个司法人权进一步的，民进党做了一个调查，不满意的 67%， 满意的 22.6%， 比中华人权协会所做的调查这个满意的 53.5%， 还高出很多。那在不满意的当中来，你是最高的
一个主管的哈，我请教你啊，以新七个区啊，新北市、台北市、桃子苗、中彰投、云嘉南、高屏、基宜、花东鹏哦，这七个区啊，你认为啊哪一个区的表现啊最差？在司法人权给民众的观感，好、哦、这个评价，在你的估计里面，你都真的很进步啊，好、哦，可能你很满意啊，但是总有说满意，总有高低嘛，哈、哦，总有高低的。进步中了。那你自我评这个评分一下，这七个区啊，哪个区在你心目中表现最差？应该都是比例的感受、哦，哎，这是客观的，不是主观的。也许你很努力，好、哦，做得很好，好、哦，但是民众呢不满意，所以我没有说你做不好，没有说你错，没有说你表现很差，好、哦，我没有这样，但是我没有说你们表现很好，这表示这个不予置评了啊、哦，这一部分，好、哦，这个没有调查资料，不予置评哈、哦。但是民众的感受，民众的感受，你论了哪一期最差？没有资料。我们要求法官。民进党做了这么大的一个新闻，还举行了国际的这个记者会，啊、哦，那你都不重视，你资料都不看，啊、哦。我们对人权一向都非常重视啊，所以国会不被重视到什么地步呢？哈、哦，2011年八月，美国的《Foreign Policy》外交政策这本杂志评估的全球所有国会的表现，台湾、日本、比利时，好、哦、被列为全球三大最无能的国会，好、哦，我们的总统被这个经济学人周刊把它称为 bumble 的、哦、那我们的国会世界最三大最无能的国会、哦、所以你看才这几天、哦、日本国会大翻盘、哦、民主党、哦、崩坏、哦、自民党、哦、重新回来，我们立法院、哦、我一直不满意、啊哦，我选了43票，院长啊，这是结构性因素。立法院有花钱最多、效力最差、功能最差的这个视讯系统，有世界所有国会电梯最慢的，好、哦、这个电梯，好、哦，所以急没有用啊，大家希望国家进步没用啊，整体性、集体性、系统性。制度性就是僵在那边了、哦，那你自己这七个区你都没有办法评分。好，我把这个数字告诉你。好、哦，最不满意的第一名台北市，第二名新北市，第三名高屏，第四名中彰投，第五名云嘉南，第六名基宜花东鹏，第七名桃竹苗。那么满意的，好、哦，满意的，这是不满意的，哈、哦，按高到低的哈。哦，那这个满意的以低到高齁、哦、这个满意最低的也是台北市第七齁、哦、满意齁、哦、这个第二低的高屏，第三低的新北市，第四低的基宜花东鹏，第五低的齁、哦、云嘉南，我弄错了呵呵，把这个顺势又算因为满意啊，好了我重新来齁、哦、这个最满意的以高低来讲了哈，第一名是中彰投了哈，那么第七名啊就是满意最低的是台北市了哈，那么这个第二名呢是桃子苗了哈，那么这个第六名啊是高屏了哈，那么再来第三名是新北市了哈，好，那这个啊第五名好是云嘉南哈，等等了哈，这样很清楚哈，所以最不满意的最高也是台北市，这个满意的最低也是台北市。那你会说，因为台北市民智最开，民众水准比较高，哦，表达意见的程度比较高，所以没有明显意见的只有 5.1。但是哪来跟这个表现最好的，也就是不满意度最低的，满意度最高的这个？中彰投跟桃子苗、哦、把他们的反应、哦、
无明确意见的 15% 或是 7.7 把它扣掉，台北市还是表现最差的。所以啊，台湾越上面的越腐败，越上面的越无能，越上面的越不重视国家跟人民的权益以及前途，越高官越搞公关。我想人民他们的看法我们会非常重视。那非常重视，为什么这个数据你都没有呢？连印象都没有呢？但是我们对法官的要求都是本依法律来审判，对人权的重视、啊、现在我不苛责我们所有的这个基层下属，很辛苦哦。那案件那么多，滥权起诉一大堆，哦，70%-80%是没有用的案件，弄到最后是让空这个空转，哦，耗这个耗损，哦，互相整，检察官整法官，哦，原告整被告。所以你看定罪率那么低，法官很辛苦啊，那检察官很忙啊，忙了什么？忙了整人，劣币驱逐良币，好的检察官不能出头，被那个坏的检察官呢压得死死的，擦鼻梁靠哦。就是我们的这个司法文化，就是我们的司法文化，司法黄牛到处流窜，越高的司法黄牛越严重，同学啦、亲戚啦，形成一个人权的哈、哦、垄断集团，然后以利益相结合，以关系呢相攀附。